新年即将来临，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。伴随着冬天温暖的阳光，2009年如约而至。这一时刻，我们已经感受到春的气息，春天正向我们走来。春天带来了生机，春天蕴含着希望。我们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，在春天勾勒出美丽的蓝图。在春意融融的夜晚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分享一年辛勤劳动的果实，畅想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。这个晚上将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夜晚。在这里，我们欢迎来到 UTAF 团契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用心来感受欢乐，用爱来感受温暖，敞开你的心扉，释放你的激情。今天的晚会，我们准备了动听的歌曲、好玩的游戏，还有丰富的奖品，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收获到意外的惊喜，让一年的好运伴随你左右。下面的节目呢，是由童风以及穆道友精心准备的节目《赞美操》。尽管他们可能跳的不是那么婀娜多姿，但每一举手投足无不传递着一个信息，把一切赞美归于我们的神。第二个节目由恩爱小组做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胡一森。今天我还有赞美操团队，我们要带给大家三支赞美操。赞美操呢，是台湾的一位女士，她叫做吴美云，她所编排，所有的歌都是她自己的创作，这个操呢，也都是她自己编制的，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。这个吴美云女士呢，她70岁的时候，神感动她，放弃美国的生活，回到台湾去。她原本就是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，所以她对音乐是当然是专家。然后她用她自己的这个对音乐的理解，写的这些诗歌，全部都是用圣经的经文，等一下我会打出来，都是圣经经文。然后这个舞蹈也是他自己编的，他从一个公园开始带领大家做早操，然后渐渐流行起来。现在在台湾，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，每天早上都有赞美操的这个活动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。我的妈妈也在赞美操的时候带领其他的这个女士信主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，希望也能够在 Austin 流行起来。第一支舞呢，第一支操啊，其实叫赞美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需要跳的婀娜多姿，因为这是有益健康的一个运动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操叫做耶和华后恩带领，它主要是在运动我们的脚底哈、脚底脚跟哈、然后手腕，所以有很多手腕的运动。请我们赞美操团队就位。Thank you.